山高水险，崎岖难平，负重前行曾是运载行业的无奈之选，而现在我们带来全新可能，这就是大疆运载无人机 DJI Flycart 30。 Flycart 30专为高效运载而设计，标配碳纤维桨叶，双电最大载重30公斤，最长满载航程16公里，最大飞行速度20米每秒，让运载不再受地形地貌约束，简单高效。机身无惧高海拔、严寒、高温、强风、雨雪等复杂飞行条件，让你放心应对严酷环境挑战。 Flycart 30支持货箱和空吊两种负载模式，满足不同的运输场景。标配货箱容量充足，上货过程中可实时检测重量，避免超载，确保飞行安全稳定。若目标地点不便于无人机降落卸货，空吊系统助你一臂之力。无人机到达目标地点上空后，可通过 AR 投射选择投放地点，并一键释放索降绳，货物触地，机械挂钩自动脱钩回收，实现无接触精准送达。空吊系统可智能感应货物摆动幅度，调整姿态，快速消摆。即使面对大范围运载作业场景， Flycart 30也能轻松应对。得益于20公里 DJI O3 图传，结合 4G 增强图传和 FPV 云台相机，在各类作业环境下均能获得稳定清晰的画面。 Flycart 30还支持一机双控，两地飞手可一键切换无人机的控制权限，作业覆盖距离进一步延长。机身配备前后旋转有源相控阵雷达，配合两组双目视觉，可精准感知地形起伏，实现多向、全天候、全时段避障。双电池系统具备冗余设计，支持热替换，快速双电并充，实现无缝轮转作业。如遇极端情况，机身配备的降落伞将自动开启，降低人员受伤及财产损失风险。 DJI Pilot 2为运载场景开发了全新界面，支持设置多个备降点，如遇异常情况可紧急备降，提升作业安全性，还支持航线录制，无人机自动化执行任务，省力且安心。全新推出的运载云平台大疆思运，提供 2.5D 地图，你可以直观地进行航线校验和修正，更能进行无人机与多航线的一站式作业管理。 Flycart 30致力于提供高效、经济、安全的一体化空中运载解决方案，从此跨山越海，天堑可平，开启低空运载新时代。